大家好，我是 Trisha， 欢迎收听安博足球快讯。狼队官方消息，卡拉即石将会租借加盟到法兰克福，租期就是今个季度的剩余时间。今季呢位26岁的奥地利前锋在各项赛事出战了13场比赛，出场时间是280分钟，入了3球，交出1次助攻。据狼队官网的消息指出，卡拉即石希望在今年的欧国杯决赛周前能够有更多的比赛时间，而球队就允许他重返德甲了。中意呢条片嘅话咧，就记得俾 like， 同埋要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， 再 share 埋俾你啲朋友仔睇。咁我哋下条片再见，拜拜。